汽车轮胎都是橡胶的，非常的结实耐用，但也时常会被一些玻璃或者是钉子扎爆胎，还是挺让人生气的。而国外一小伙就脑洞大开，好奇刺豚能把汽车扎爆胎吗？结果意想不到，直接准备了两个大小不一的刺豚，看起来这次又硬又长，堪称是鱼界的好猪呀。准备好后，汽车发动直接碾压了过去，看起来非常的过瘾，而且是来回碾压，嘎嘣脆的都粘在了汽车轮胎上。经过慢镜头回放，这刺豚的刺满天飞，眼珠子都没了，被压得扁扁的，并没对轮胎造成伤害。紧接着换大号刺豚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同样的结果，只不过这个大刺豚看起来更抗揍一些，被压得没那么扁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但这次轮胎上扎的都是刺，成功的刺穿了轮胎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多过几年刺就是硬。最后用后轮又来了一次，还放了一部手机，还真的是舍得下本，大家可别模仿哦。